想学电脑又不知道去哪好，去新华电脑教育啊。想学电脑，想学 IT， 想学互联网技术，就去新华，新华电脑强大品牌更新来。学电脑就去新华电脑教育。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水中贵妇，百岁山。地方领导干，欢迎大家准点收看地方领导新春特别节目《欢喜百大年》，大家好，我是亚松。大家好，我是彤彤。好，今天去南京出师啊，欢迎亚松同志。你觉得我们出师啊，有没有一些祝福啊？当然有，大年初四咱们要迎灶神。哎，把对了，所以我要准点时间灌输同学们五谷丰登。那我祝大家财源滚滚来。好，华导。今天星期开始，我给大家开始一句话。什么话？大家各种话呢，嘎嘎糊糊用不到，还嘎住特别熟悉，叫鲁话。哎呀，鲁话我知道，鲁话花神。哎，对了，好，接下来带着我们的美食鲁方的我们的青年代表，我们欢迎鲁话的品牌代表李总。欢迎李总。李总，李总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来。Hello， 大家好。哎，一晚上鲁话呀，我们不行的哈。鲁发发生优化，多少看的那个广告很大的。其实我们鲁发啊，不光有花生油，我们还有菜籽油，以及我们的调味品，还有乳液系列产品。哦，有果冻产品。对，广东我们菜籽油啊，现在是比较流行的哈，因为菜籽油价钱比较紧哦。哎，我讲我们李总的话呀，我们鲁发的菜籽油跟别的油有些不一样。我们的菜籽油啊，一是低芥酸，并且特别香。好，可以说就是好吃又健康。好，那就下面我跟你说，因为今年我们有三个豪宅，就要用到那个鲁发才子优。哎，有了好优，有了好的食材，还舍不得一个好厨师。我们要欢迎那些我们地方当干的老朋友，来自财富大业的罗祖，来欢迎罗祖。罗总你好，哎呀，这个菜府家业的菜啊是特别好吃，这一家是相当饱腹。那我想问一下罗总，今天为我们准备了什么礼物？今天的话就为大家准备了，就是说我们菜府家业的三大招牌菜。三大招牌菜。好，哎，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罗总，罗总新闻马上开始。好，我们开始，第一个要弄的菜，哎呀，这个菜名是好凶壮，我得把锅台一闻啊。是西安夜流炖鹅肉流食，这个菜是用了功夫，特别是这个捏太干巴了。这道菜用到的原材料有熊鱼头、豆森、姜片。那几个发心跟旗子就晓得来自西安，冷水捏，特带一张熊捏的。这个流食呢就不用我多解释，就是鹅肉特产。好。罗厨，那我们现在就开动了，开火倒油。哎，我发现这个油特别香啊，咱们用的是什么油啊？用的就是鲁花的那个菜籽油，所以的话，这个它这个油比较香，而且又健康。我们家的话一直都是用鲁花。鲁花菜籽油。对的，对的。好，那我一定要问一下我们身边的李总啊，这以前我都知道这个，一说到鲁花啊，都是知道花生油嘛。我们也有菜籽油，而且特别香，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菜籽油啊，是采用了鲁花创新的留香技术，保证了菜籽油的原色、原香、原味，所以说它吃起来特别的香。啊，但我有一个细节哈，就是我也看过其他的菜籽油，唯独我们的鲁花菜籽油上面标注了这个低芥酸，这是什么意思啊？因为芥酸啊，它是菜籽油当中的一种脂肪酸，那么一般的菜籽油它的芥酸含量都是比较高的，那么芥酸如果吃多了，它是对身体有害的。哦，那咱们是低芥酸，然后菜油还这么香。是因为我们鲁花啊，我们是选用了优质的低芥酸油菜籽为原料，经过我们的物理压榨以及留香技术，既保证了它的香味，又让这个菜籽油
特别的健康，特别香，而且还健康，特别健康。好，那有了我们今天的好油，又有了好食材，还有我们厨艺精湛的罗厨，这道菜一定值得大家期待。来，罗厨，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把油烧热后放少许盐，防止粘锅。把鱼头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放入姜片，倒入开水与鄱阳豆丝，大火熬制十分钟后调至中火熬制二十分钟，汤汁转为乳白色后调味，一道鲜美的西海鱼头炖鄱阳豆丝就做好了。好，我们第一个菜呀，要请我们财富干一个招牌菜，就是啦，叫西海捏头炖头丝啊，跟大家已经弄脏了。其实这个菜我们自己在家里，如果买到原材料的话，也是可以做的吧？可以的，可以的。啊，那您跟大家说一说，要做这个菜应该注意哪几点？就是说我们在煎鱼头的时候，就是说放乳花、低芥酸、菜籽油，然后我们必须要放一点盐，这样子的话，鱼头就不那么容易拔锅，就煎的话比较精滑一点。好，第二点呢？第二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在熬制的时候必须得大火，这样子的话熬制的汤比较有营养，比较浓白一点。第一道菜现在已经做好了，那我也找到了咱们今天第一位幸运观众。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我叫袁方磊，我是来自江西省儿童医院的职工。哦，你好，你好。那今天来参加我们过年的特别节目哈，有些什么新年祝福想要对自己或者是家人朋友说的吗？希望自己在来年越来越好吧，越来越顺利。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的，谢谢你。那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游戏了。在玩游戏之前，我想问问，您知道鲁花这个品牌吧？啊，知道，这是一个很早的品牌，我从小就知道。从小就知道。行，那相信这个游戏应该难不倒您。那我们要在15秒之内说出鲁花旗下到底有哪些产品，准备好了没有？我能想到的好像只有花生油。时间已经开始了，赶紧再想想。生抽，醋，面条，米，麻油和那个料酒。这时间是不是已经到了？而且我们已经说出超过5样以上的产品。当然，在我的小提醒下，我们非常顺利了完成这一次的比赛哈。我认为送过关。太好了。谢谢，来吧，那我们的奖品送上。哇，两个大大的红箱，大红包。其实很多朋友啊，一听到鲁花，第一个反应就包括我自己也是，产品之一的话，最火的也就是花生油了，对不对？但很多朋友其实并不了解，原来咱们鲁花有这么多丰富的产品，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吗？那么我们鲁花不光有花生油，还有菜籽油、葵仁油、玉米油、调和油等等。那除了我们的食用油以外，我们公司现在还有第二大支柱产业，就是我们的调味品啊，以及我们的现在第三大支柱产业，我们的米面产品，可以说是餐桌全品，鲁花都有。我想再问你一个问题，以后知道买这个主食啊、调味料啊、油啊，买什么品牌了吗？那肯定是鲁花。谢谢。好的，谢谢你的参与。Thank you.
饮食教学吗？是澳洲龙虾。你果果我就闻不太懂哎，哎，这什么呀？这是用南瓜蜜制出来的南瓜汁。哦，南瓜汁，哎呀，这个是非常营养啊。哎，我们再看看有一样，耶，这个是看上去有点像蒸蛋，对吧？啊，对，但是的话，它这个不是一般的蒸蛋，是用那个龙虾的脚啊熬制的龙虾汤来跟那个蛋一起蒸的。哦，这个。就这几样东西搭配在一块儿，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龙腾四海。是的，是的。好，果汁在一起，特别吃的我们期待。好，辛苦罗厨了，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吧。先在龙虾肉与鲍鱼肉里放点盐、胡椒粉、香油、料酒、生粉腌制，这样可以去掉腥味。锅里把水烧开后，关火，倒入已经腌制好的龙虾肉和鲍鱼。用水温烫至刚熟，捞出备用。再把百合青豆一起煮熟，捞出备用。把煮好的龙虾肉、鲍鱼、百合、青豆放至蒸好的龙虾芙蓉蛋中装盘。取南瓜汁与高汤调成精汤，调精汤时只需要放盐即可，保证海鲜的新鲜度。然后用金汤淋到装好盘的龙虾芙蓉蛋中，最后用蟹籽点缀，一盘色香味俱佳的龙腾四海就做好了。好，第二道菜龙腾四海到底是毛鱼干？哎，我想问一下哥哥罗主哈，就我们有的时候在家里也会买一些海鲜，在家里，但处理海鲜呢，说实在话，我们呢都不算经验丰富，来请教一下你。处理海鲜的话，我们的话吃海鲜都是讲究，就是说原汁原味，因为的话它是海鲜的营养丰富嘛。然后的话，我们就是说比较注意的，吃海鲜就做海鲜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千万不要用油炸，还是直接。为了保持它的原汁原味和营养的话，我们直接就用开水直接把它煮熟就可以了。少油少盐。对对对，少油少盐，这个也是比较健康的。第二道菜已经做好了，我们也找到我们的幸运观众。Hello， 你好。你好。来介绍一下自己。你好，我叫邓芳，那个来自江西省南昌。好，那今天我们来玩的这个游戏呢，就跟平时的日常积累有关系了。我想问一下，在家平时会下厨吗？偶尔。偶尔啊，调味料使得好吗？还可以。还可以。最重要一点是吃货吗？是。哎，那就行了。那今天呢，我们的游戏项目就是在你面前的三碗生抽里边，要找出一款真正属于我们鲁花出品的。要不咱们就开始了。可以，来吧。怎么样？就目前摆在面前的话，我是看不出一个所以然。我觉得长得都差不多，酱油的颜色基本上都是比较相似的啊。尝完之后不知道有没有答案了？我认为是这个。这一款吗？对。为什么呢？我觉得它特别鲜，在这三款里面，这三款里面它的味道特别鲜，对对对，有非常明显的区别。对对对对，这样让我们邀请到我们鲁花工作人员李总。李总你好。你好。李总应该非常了解自家的产品啊。现在摆在这你面前，你能判断出哪一款是你们家产品吗？这个很轻松，最特别这款就是我们家的黑豆酱油啊。为什么呢？教大家辨认一下。因为它的这个色泽颜色是非常鲜亮的，对，同时它的口感的话是非常鲜的。我们的鲁花全黑豆酱油精选东北非转基因黑豆为原料，每一滴啊都经历了春夏秋冬365天四季静酿发酵，物理压榨只榨取头道原汁，可以说每一滴都是特级酱油，零添加防腐剂。明白了，别看小小的一瓶酱油啊，这背后还是有非常多人的心血呀在里边的。那知道怎么选酱油了。知道了。那同时也恭喜这位朋友回答正确，来送上我们今天的第二道菜以及我们鲁花为你们提供的精美礼品，大红包拿着。那新的一年要新气象，也要有新年愿望，有什么祝福跟愿望吗？祝大家在不平凡的一年，阖家欢乐，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谢谢你，新年快乐。好，接下来这个菜呢是特别应景的这菜，像我们卤煮跟大家说这个菜名叫什么？牛运当头。牛运当头，听得出来这是跟牛有关系的一道菜。牛运当头用到的原材料有牛脸肉、桂皮、香叶、姜片、橘皮、香菜、八角、干辣椒、花椒粒、豆蔻、丁香。另外呢，我要说这个菜啊，真叫有头有脸，放到桌上也是特别有面子。来，牛运当头，我们各位卤煮一起卤煮。先调制卤水，把香叶、八角、桂皮、姜、葱、干辣椒、少许花椒、料酒一起倒入开水中，用生抽、鱼露、蚝油调味，把处理干净的黄牛头放进卤水中卤制90分钟，把卤制好的牛脸肉切片改刀装盘就可以了。现在在家现在别倒菜，牛运当头啊！过年前搿只菜是整个名菜哈。我来问一下搿个我们的卤煮啊，弄搿只菜在屋里一般常做啥？就是可以的，就是说的话，我们这个牛运当头啊，就是比较讲究的，就是一个卤的过程。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就是卤的时候那个香料啊，不要放得太多，放太多的话，它就比较容易苦。就是说香料也就是提香，我们稍微的放适量就可以了。对，香料太多了反而让牛那个原味搞得没有了 啊对的。嗯，好，牛运当头弄好了，既然我们三个菜也准备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想选那个游戏，我们刘先生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吧？准备接触第二声，看看哪个有幸运可以送这个三个菜。六种坚果六六六，六种坚果营养六，液体坚果吸收六，每日一瓶心情六，双膜智取更吸收，六种坚果一瓶就够六啦。金瑶六种坚果，800里洞庭，长康118000亩绿泰菜籽家园，绿泰只优选头一道压榨菜籽油，长康绿泰初榨香菜籽油，家常菜用绿泰。2021冬去回来啦，真正的北方，熟悉的味道。我们准备开始采集了吗？我以为是挺真的喂，高自己高自己，新鲜的面容，快乐的原则，兄弟呀，兄弟见，在老哥今天拿新兵再去再去，咋们咋地来着？我他的岗位多难呐啊！江西都市牛年贺岁，新松柏巷里万家人，陪你共度岗位新年。扯淡，跑步，我能所有人。相约大年初一到十五，每晚8:30。牛年，好运。新年好，新年快乐。哇，真是不得了，今天我们这三道菜啊，除了好吃之外都非常的亮眼，有没有信心可以拿到它？有。那也欢迎我们今天第三位挑战的朋友，那先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大家好，我叫陈明，来自江西南昌。嗯，你好。那在新的一年里面有什么想对家人跟朋友说的话吗？祝大家在新的一年健健康康，阖家欢乐。嗯，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个游戏啊，就大家都非常适合参加。为什么？跟吃有关，而且咱们吃的呢是每天都会吃到的大米。如果问你爱不爱吃米饭，是不是会有点奇怪？不奇怪，看身形就知道了。是爱吃米饭的，好吧？那我们的干饭人今天的游戏规则就是，面前的这碗米饭你可以尝一尝，然后呢要说出咱们这个米饭的产地是哪里。好的，来，我们试一下吧。
今天早上吃饭了吗？早上吃了一点呢。香不香？很香。那必须的，那是来自我们鲁花的大米。米是不错，味道也很好，但是您能猜出它的产地是哪儿吗？是泰国吗？泰国太远了，往近了猜。东北。虽然东北的大米也不错哈，但是咱们再近一点，就是咱们江西省内，想想江西省内哪儿的大米？万年。哎，太好了，三次机会最后答对了，来送上我们的奖品，也欢迎我们的李总。先把奖品送上哈。刚才我们的答案里面有说到泰国的，泰国香米也非常有名嘛，口感也很好，东北大米也非常不错，但是为什么我们的鲁花呢最后选择的是万年大米呢？俗话说北五常南万年，我们的鲁花以笔香共鸣，原产地正宗共鸣，产地直供，品质有保障，大米细如梭，白如玉，油粒饭粒油亮，入口醇香丝滑，回味悠长，可以说是开袋闻着香，煮米满屋香，开锅扑鼻香，吃着满口香，老人孩子都爱吃。三大招牌菜呢已经全部都送给我们的幸运观众了，在这儿呢也感谢几位啊，每个人拿菜走那是乐呵呵的。对，也感谢我们的这个品牌代表来自鲁花的李总，谢谢您把好的祝福和礼物送给了大家。是的，谢谢，同样也谢谢我们的博主，谢谢。那我想呢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既然是过年，我们也给大家拜个年吧。好。既然我们是每次节目就住在这儿，每年都加入好心情好味觉，每年都前进高高。在这里我代表鲁花江西大区祝大家身体健康，阖家欢乐。博主有没有什么新年祝福吗？我这边的话就代表我个人和蔡府家人祝大家顺风顺水顺心，恭喜发财。太好了，那我就祝大家 Happy New Year。 好，祝福的话已经把握了，我们还有云多业务主持人杨丽老师一定要锁定我们频道，这样他对我们的新春年节目欢喜拜大年。心脑健康公益时刻，江西都市频道温馨提示您，在中国心脑血管病人数高达 2.9 亿，血液粘稠容易导致大脑和心脏缺血缺氧，引发头晕头痛、胸闷心慌、气短乏力，甚至心梗脑梗、中风偏瘫。预防血栓，你我携手立即清血，净化血液，多运动，心好脑好精神好。今天您清血了吗？哎，堵了堵了，这茶壶堵了还不要紧，如果得了三高血粘稠，哎呀，就怕堵了心和脑。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血液粘稠均属红血范畴，红血不清就容易堵塞心脑血管。清血八味片，传承300年清血古方，精选矿物药、动物药、植物药，三药合一，清控血。您看准了，清血八味片专利药，专药清控血。清血八味片祝您控血清，心脑好。猛奇清血八味片，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年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屈疼痛。对的，老牛可真牛，以前呢，工作业绩突出，牛，后来呀，跳舞、打球也突出，牛。可现在老牛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哎，用舒筋健腰丸，传承400年陈李济制药精髓，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舒筋健腰丸。是的，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金牛贺岁，迎春纳福，品皇家美味，过幸福中国年。皇上皇集团恭祝全国人民和顺至祥，新春快乐。好味道酱心造，皇上皇酱鸭。现在在笑哈，五秒钟以后，从容的，五秒钟以后就笑不出来了。他居然敢把屁股挪到那么厚的位置啊！好，爽爽不爽？我就想问你，哎呦，哎呦！好，前面的十秒钟会过得很顺利，但是这十秒钟容易让你头晕目眩。嗯，他其实就是要达到让你头晕的那个效果。好。这算是比较轻柔的动作了，不错不错，马上就可以了。好，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好，我们的基础奖品已经到手了。哎，你小伙子姿势还挺帅。他这个姿势让我想起了商场门口那个摇摇车啊，千万不要以为有那么安逸啊，这不是商场门口的摇摇车。小朋友，加油！好，现在我们的时间已经到了20秒，能不能坚持一下？你看，我们第一关已经过了，你看这孩子太棒了，上马能定乾坤，哇，还是掉下来了。好，前面的几秒钟会过得很舒服。我发现咱们这个牛也是有策略的，先把你给弄晕了，对，再剧烈的晃动。你看到一般低着头的牛都是很狡猾的，它其实是看上去没有什么杀伤力，实际上它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对，没错。哎呀，好上次，好上次！现在真的叫前仰后翻呐、啊！哎呀，刚才那个动作一般人招架不了。哎呀，差一点就掉下来了！哎，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们这头牛也不按套路出牌的哈。对。我感觉这次怎么要？这次的准备工作感觉时间要短一点。哎呀，哎，就是这一次好像要熬料多哈，这头牛哈。所以咱们也是随机的。哎。哇，非常棒，已经坚持到了20秒。好，大家看到我们的牛脾气马上就要上来了。到底是被牛斗还是来斗牛？我们的选手用比分来说话。好，恭喜你，40秒已经过去了，你能够拿到我们的油，还有华莱士提供的套餐。那你能不能拿更多的奖品呢？哎呀，哎呀，哇！贴车吧，我估计啊，贴牛贴得很近啊。对对对，它首先幅度的话就不会太大，底盘一定要稳。好，牛脾气还没上来，哦，这已经上来了，不要掉以轻心。20秒已经过去了，基础奖品已经拿到手了，加油加油！好，我要提醒这位选手，只要你能坚持到60秒，你就能获得我们的大奖带回家。哎哎哎，小心小心，有点滑啊！对对对，哎呀，很多选手就是在这个环节，好，没把握住。好的好的，斗牛开始。哎，你看他完全的贴在牛身上，这也是看了这么多场比赛之后留下的经验啊。嗯，你看，哎呀，他的屁股和牛翘的一样高啊。叫牛气冲天，他的脑袋和牛的脑袋一样低，他完全保持跟牛一样的姿态，但是这种姿态能保持多久呢？哎呦，小心，抓紧！哎，我怎么觉得上来个姑娘，这牛脾气还更大了呢？哎呀，干不得了！好，上次干紧些，你给我手要抓紧，脚要干紧。哇，我们这个姑娘也是有牛脾气的。哇，这女孩真是上了。
惊心动魄的五十秒。哎，刚才他女朋友在上面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这个牛突然一下就像疯了一样，现在还挺温柔的哈。越到后面，这个牛就会使出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招式。好，现在才20秒，一定要坚持住，加油加油加油。哎，我发现真的每个人来到参与我们这个环节当中，这个牛给的态度有一些不同。是的。哎呀！Hello， 各位新年好，我是妍妍。那这个过年了，所以呢，妍妍在这要祝咱们新的一年各位都是这个钱包鼓鼓，多来我们的放心购买东西啊。那说到这个钱包鼓鼓，相信很多人在过年的时候也会把家里这个冰箱里都塞得鼓鼓的满满的。那今天呢，给大家展示的就是我的冰箱了。那噔噔噔噔，我们打开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当然也是塞得满满的啊。我们看一下，那首先在我冰箱的第一层呢，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蔬菜，然后我装这个蔬菜的时候可以看到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盒子。你比如说在这个蔬菜的里边呢，一些味道比较重的，像韭菜啊、韭黄啊之类的呢，我还会单独用这个塑料袋把它装好，然后呢再把它归类进去。到了第二层呢，依然是这个鸡蛋。强推啊，这个放鸡蛋的这个置物的东西，我觉得是这个空间会配置的比较好。然后这个呢，看一下，它是一个装草莓的这样的一个二次利用的盒子。为什么选它？就觉得它透气性很好。你看，好多这种比较容易这个藕啊、黄瓜呀、西红柿啊这些，它上面有一点泥啊什么的，擦干净之后就放在这个稍微镂空一点的这个盒子里面。那接下来就是我的水果区啦。你看这个，你像比如说桂圆呐、芒果啊这些，我是比较喜欢吃这种冰冰凉凉的感觉，所以呢，也是哪怕是在冬天，还是会把它放在我的这个冰箱里面。好，这呢就是我的冰箱了。那您的冰箱是什么样的呢？在这个冰箱里面放的最多的是什么？蔬菜水果，买一次菜囤个3到5天的，然后放在冰箱里。看来大家的冰箱里都喜欢囤一些蔬菜水果，可是您知道有的蔬果不适合放进冰箱吗？在这方面连咱们的主播妍妍都犯了错，来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有些热带的蔬菜或者水果，它是就是由于它的独特的这种生长环境，那如果我们放冰箱时间长的话，可能更容易出现腐败变质。冬天里生冷水果怎么吃更健康，冯主任也给大家支了一招。如果是担心冷了对胃肠道刺激的话，那我们可以在口中多嚼一嚼，少量，每次少量的嚼，然后慢慢的吞咽下去，这样的温水泡一下了以后，有一部分表面的一些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溶解到水里去了，反而造成了这种营养素的丢失。听完专家说的，大家知道新年里怎么吃更健康了吧？喜欢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们的都市放心购，也欢迎更多的团长和优质供应商加入我们，成为我们的合作伙伴。感觉这个小伙子是非常的自信啊，上牛那一声好也是底气十足。好，20秒度过了。哇哦，今天我们这牛脾气可不